大家好，我是陈雨希，然后我在恩世代里面饰演的是白芷薇，是一个很单纯然后很爱吃的一个乡下来的女孩，然后上台北打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密。在剧中我是一个比较偏于受害者，然后很可怜的小女人的角色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博瑞，我在恩世代里面饰演的名字叫做胡可，他是一个去北京创业失败回台湾发展的一个青年。那他是一个对爱非常执着，然后对兄弟讲义气。你好，我叫林真义，这次在戏里头呢饰演夏晴，夏晴是一位干练然后企图心极强的一个女孩。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头有演艺圈啊，模特圈，就是有点像，真的有点像现实中会常发生的一些情景。真心推荐这部一定要看，恩世代只在未来电影台。恩世代只在未来电影台。恩世代只在未来电影台。